常认真，夜里的世界交给我们来开灯，换个场景切换角度，哎呦，听得住我就不拱手，哎呦，谁在偷偷低着唱歌换我来撑，让快乐像陨石撞上脑袋，Energy 其实在20年前呢，是以这个武艺呢一鸣惊人，震撼整个亚洲的。是，如果当时呢真的加了阿信，你看，不会，我觉得放手，你今天跳的还不错。不要再提放手，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这儿。我记得那个每次讲话的时候，阿迪都会哭。那个这一次，那个两场完售，而且那个不管是《分合》这首歌啊，然后新版的《放手》。还有最新的星期五晚上，成绩串流成绩都很好，你会不会今天又想想又哭了？今天不会，今天真的是开心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是在等爆点。哦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爆点。等一下，眼药水我去拿，稍等我。你没哭也是，不用用眼药水，你刚从后面灌他一拳就好，踩他一脚。你说从后面没哭也是很麻烦，没哭也是很麻烦。没有，其实真的听到那两场瞬间秒杀的时候，我反而是想到。哎，我们终于可以追上五月天一步了。哦，对，因为过去这10年来，我们合作过，可是我们永远都很感觉是在你们的背后看着你们往前走，那难免啊。哎，不是这样，没有，你看，不要谦虚一点，没有啦，没有。乃哥来说，如果能够重来，他想当五月天，对他想要当乐手。那如果你真的想当五月天，我跟你讲一个比较轻松的职位，好不好？戴个眼镜，坐在鼓后面，很累，千万不要。最后，我们刚才吼有一起跳一段，哎，大家想看五月天再跳一次吗？哦，五六七八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，Friday night，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掌声鼓励！还是我们教你一个更简单的啊，还有更简单的，好，就是我们最后那个16蹲，对，不用啊，不用，不用喊，大家想不想看？不用，来，我说真的，我们后面还有歌要唱。5678，5678。7 8，你为什么跳过来？跑掉！不是，我认真的前半段，但是我刚刚马上在旁边这样。我说真的，我在认真什么？不是，我说真的，我那时候看到 MV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太扯了。欢迎大家一起重新再续全员，一起重新爱上 Energy。谢谢，谢谢苏伟，谢谢坤达，谢谢阿迪，谢谢牛。